你好，师傅。啊。我是2007年属猪。属猪是吧？2007年属猪，小弟弟，你想问什么？问读书啊？对。啊，不用功啊。这个猪整天在睡觉。啊，还玩游戏机。我看这个猪趴在一块玻璃前面，有点像这个电脑一样，是不是啦？是啊。而且不大愿意跟爸爸妈妈多讲话，就喜欢自己玩。对。你这个孩子叫妈妈不要担心啊，你会好的，因为你很聪明。但是你这孩子呢，会有两极分化，两极发展，要么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孩子，要么就变成一个很坏的孩子。你想做好孩子还坏孩子啊？好孩子。嗯，好孩子要不要听话？你要不要考试的时候突然之间，哎呦，我什么都考得出来，哎呦，我为什么我都考得出来？因为你有菩萨保佑。你想不想叫菩萨保佑你啊？想。好。愿意不愿意念心经啊？愿意啊。就这么救人了，不就从小就学佛了吗？啊，对不对啊？我有念经念经啊。你有念经。小弟弟我告诉你，你的文科不是太好，就是数学不错，你以后从数学数理化，你很喜欢数学算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明明是数学的脑子数理化好，非要让他学文科，学不出来的、哎、很多人明明文科很好，非要让他学数理化，碰到数字头就痛、哎、就这种人都有。所以你这个孩子他是学数理的，所以你以后培养他在数学方面很聪明的，没有问题的。而且他很孝顺，对雷啊 very very good 啦。发脾气啊，好厉害的。哎呀，他发脾气好厉害呀、啊、看看他的妈妈脾气更厉害啊。现在知道了吧？我跟你说的，孩子的脾气都是跟爸爸妈妈来的，不要去怪别人啊，就像爸爸妈妈就像镜子照出来的就是你自己啊。